自从跟我妈买了一个这个，她还把这个东西推荐给了邻居，结果邻居看到了都说太方便了，他们也想买一个。咱们家这款微压锅，煎炒炖焖炸样样都能够行，平时啊要煮上一个多小时的老火汤，用这个呀20分钟就搞定，家里人多的话拿来打火锅也没有问题。我让你看一下效果，你觉得可以你就买，行不行？我喜欢我用我们的实际操作来征服你，好吧？你们买这个产品绝对不会吃亏啊。我也是去了一趟有钱人的别墅才知道，原来有钱人做饭都是用微压锅，绝大多数人做饭还在傻傻的用高压锅老砂锅，聪明人不花冤枉钱，天天被老公夸。我也是用力这款胖墩墩微压锅知道了做菜原来还能这么方便，你知道吗？高压锅老砂锅做饭并不简单轻松，用久了还存在安全隐患，老人小孩在家用太不安全了，聪明人都在用这款胖墩墩微压锅，微压焖炖导热迅速，关键是它无需解压放气，中途还能开盖加食材，8分钟左右煮好饭，15分钟左右炖鸡汤，30分钟左右炖猪脚，炖得软烂又入味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说个好消息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，少吃几顿火锅你就能买到这口锅了。微压锅有微压焖炖功能，而且不挑灶具，炉子、电磁炉、煤气灶、电陶炉通通都是可以使用的。喜欢的朋友点击头像，你放心下单。如果说你买回去你觉得效果不好，不管你用还是没用，你给我退回来，赶紧给家里备上吧。